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来一张，来个矮子本体，提木人，好吧，看好了。这一把我们对线墨菲特啊，墨菲特，嗯，古神墨菲特，看好了。提莫打墨菲特还是不太好打了，好吧？嗯，肯定不好打，肯定不好打。嗯，但是你要知道石头人的缺点在什么位置。首先，他的推线很慢；第二点，他耗蓝，很耗蓝，好吧？注意了这几点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打石头人了，对吧？很好。只要我够肉，他 Q 耗不耗我血，这样的话，他第一费蓝，他打我没什么伤害，他就没有什么用了，能听懂吗？嗯，一级学个艺，看好了，不要眨眼，一级学个艺，不要眨眼，迅捷斥候，这把给你们来一把迅捷斥候。这皮肤还可以吧？嗯，一般人看到我这 ID 应该是以为我是个妹子的，不跟你开玩笑。其实我杀这个，其实我打这个石头人，感觉应该最好不要阴他，我 A 他一下就行了。A 好，行了，你看不掉血，看到没有？首先我的符文天赋带的是肉符文天赋。导致他打我不掉血，哎，看到吗？进草，我们 A 他之后立马进草，小兵是打不了我的，懂吗？他现在已经半管蓝已经没了，好，没有用，没毒传染，看到没有？他现在已经没什么蓝了，打野盲僧打野可以。盲僧打野，我站在草里好像没什么用，他可以拍地板让我显形，所以我得插眼。嗯，胯下扎针接梅毒传染，接梅毒传染，别急，接梅毒传染，别急。他塔刀肯定要补，但是我呼叫一下打野，打野在中，可以。盲僧在中，那我这一波不需要插眼，继续压制。他现在很被动，你会发现石头人他就补了一刀。胯下扎针接梅毒传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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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看到没有？他已经快死了。嗯。正在报告。不来。很聪明。这不来吗，艾克？他已经没有血了呀。这不来干咳一下，他一直在等被动，可以很细，没多少感，气不气？不补刀哈，真的，这什么意思呀、啊？一刀不补，就补三刀，这个人哪有这么玩游戏的呀？是吧？他 TP 出来，他又要被我打呀，一样的呀。这人不补刀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人傻了，吃塔皮，瞎子在中下，看到没有？那我可以继续压他了。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胯下人梅毒传染，嗯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嗯，半血了，刚传送下来又半血，怎么玩？太难打，没得玩。嗯 ，miss 了。他应该不会去支援，推。有人说石头人一个大到六级一个大我就没了，那你错了。他现在前期被我这么压制，他六级之后的发育是很差的。推线，嗯。对面现在四分钟就补了三个刀，看到没有？我平 A 接 Q， 他换血不赚，炮车不补。脚底抹油，看到没有？吃塔皮，他五分钟就补了三个刀，吃塔皮，他是不是崩了？吃塔皮，
吃大别溜了，擦个眼，再见来不及握手。我们补了36刀，对面只补了3个刀。回家的话做什么呢？肯定会有谁会问。回家的话，我们先做一个面具，再买瓶药，再来个针眼，走，脚底抹油。我就不买魔抗了呀，感觉没必要，因为我现在装备比他好很多，他只要6级之后秒不掉我，他大我的话他是跑不掉的，我一套就可以秒他，懂吗？如果你跟他是五开发育的话，这一波回家你可以买个什么呢？智慧默认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先插针眼，防止盲僧过来抓，防止盲僧过来抓。好，嗯，他现在已经补了10刀了，可以。矮子战术，是长官。别吃，想吃金药？对啊，不存在的，在我面前别想吃金药。嗯，吃金药不存在。所以，他现在已经没有资格闻金药了。正在报告。好，卡他线。嗯 ，A 你，对吧？有事没事 A 一下。卡线，哎呀，脚底抹油。梅毒传染就胯下的针进门，可以，交闪，矮子战术，就问你被不被动，兄弟们？现在他非常被动，卡线，嗯，好，不着急，正在报告，让他发育变差，他没用，他被我恶心到了。那他就非常难受了，他主要靠 Q 技能打输出，而且这个人出 AP 的全 AP 他就很脆了，一般出这种 AP 的很脆的。嗯，好，我们再种个蘑菇，矮子战术。我觉得盲僧应该是等石头人6级再来抓的，作为一个正常的打野的思路应该是很好，还敢过来，他已经踩到我的菇了。我们肯定要补脚底抹油 ，A 你 ，Q 你，得买双鞋，不买鞋摸不到他。等一下得出双鞋，出双法穿鞋，而且这一把对面有个杰，有个瞎子，嗯。整装待发。哎，气不气？矮子战术，难不难受？那你这个游戏体验太差了呀！你这怎么玩呀？一个刀补不了。用迅疾。你这游戏体验太差了。嗯，他又要踩我的菇了。哟，脚底抹油。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因为胯下之上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哎，气不气？矮子战术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他溜了呀，他都已经6级了。回家他做了个增幅宝典，懂他的意思，想秒我，不给机会。推线，他回家了，没必要空线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可以推线。好，推完线的话偷袭一下，看一下，先吃塔皮，看好了，先吃塔皮，吃塔皮，吃塔皮，他肯定回家了呀，吃2层塔皮，他不香吗？他要撞我了。操你大爷，你他妈了个巴子的，这就过分了，兄弟们，不讲武德喊人。
盲坑来了啊、盲僧来了。这一波咱家的艾克没给他杀了，可惜啊。但是还好兵线赚了呀，这一波兵线没进塔的话我这波死无所谓的，好吗？这波干克我没有任何意义，我死了没有赏金，而且还是盲僧拿的头，问题不大。嗯，脚底抹油赚了这一波，兄弟们不亏的。是长官，兵线很赚，兵线很赚。嗯，现在打野过来抓没办法，因为石头人六级之后还是很强的，那么配合打野的能力很强，所以说我都没必要插野。咱们在这个三角草插一个，一般打野喜欢在三角草过来矮的战术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压线了，推推，你看到没有，对面打野对面这个上路一旦六级打野就会来抓，相信我这一波他不会来抓，因为对面上单的大招在 CD， 一般等他 CD 好了他才会过来。梅毒传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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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胯下传染，哎，起不起？这手拉扯就问你难不难受。正在报告。推推难受吧，吃大皮。嗯，吃塔皮，他是有 TP 的，可以，我溜了，脚底抹油，我溜了，他有大的，我溜了。石头人回家买了个美麦宝珠，可以。比如说这个石头人是人机，要迅疾。那他应该怎么玩呢，兄弟们？我想问一下大家。他不这么玩他能怎么玩？他杀我吗？他杀我也杀不掉呀，说实话。他跟我打他也打不过我，他不跟我打他只能在塔下被我折磨。那是他要被我打呢还是被我打？他如果回家呢他也亏得很多，对吧？长痛不如短痛，对吧？实际上这个石头人很聪明，他选择了最舒服的死法，懂吗？他选择最舒服的死法，矮子战术，继续压制，梅毒斩染，折磨。我现在面具已经做了，盲僧没有过来。嗯，不要慌，这个石头人其实并不菜。只是他的对手有点强。嗯，哎，这战术放前面，他如果撞我的话他必须要中我的蘑菇的。哎，这战术不敢来，看到没有？你说他这就现在他在塔下，如果是你，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，对吧？他现在只能摇人，懂吗？他只能摇人。你看他大眼秒不掉我，因为他带的是传送。不要操，这他妈过分了呀！我靠，防不胜防。他这一波踩我一个蘑菇要死的，那是这牙来一个，这他妈过分了，兄弟们。可以。很聪明，真的很聪明。嗯，艾克什么意思？石头人单挑能力还是很强。走，脚底抹油。他在塔下，我们得注意一点，因为我 A 他的一瞬间，他打我的话，我是会被他打的，好吗？来，给我拿个蓝。给不给？可以，格局低了。盲僧感觉应该不一定会回家，走。他
他可能会去偷鸡，偷完鸡可能会打石头人，打完石头人被我杀。来，蹬他一波，蹬他一波，来了老弟，来了老弟，还哟，我靠，还惩戒，我靠，会玩啊，可以，还亮牌，我靠，这你那整，他应该在塔下，他在草里，兄弟们，可以。算你小子运气好，溜了，打他一个红 buff。 矮子战术 A 石头扔来了，赶紧打，溜了，别跟他打啊，因为这一波的话对面他这一波可能会在这边过来隐身，太聪明了哟，操，这么下饭，这个人太下饭了，直接交闪，讲道理，交的很果断啊，闪现不要钱吗？来，再中一个，闪现不要钱，哎，再站出，来了，老弟。有，我靠，杰没死，这个打野有点肉的，我感觉我没必要回家。他们在打峡谷先锋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死了呀，死了呀，这是干啥呀，就我这点血石头人也死了呀，不是跟你开玩笑，干啥呀，别以为你打得过我，体型并不能代表一切，石头人被我拿捏了，55刀的石头人推了，推了，石头人很气啊，推了，推了，吃塔皮，不是一血塔不太行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波还是可以阴塔，推，留了。1800块，纳什之牙钱不够，先避一下。有情况。好，漂亮，相当漂亮啊！走，插篮。瞎子不会 RQ 吗？瞎子打不过我的，我现在战鲁他干不过我的，大妈。前提我得有个点燃，不然的话他这个可血打不过他。这里好像有个针眼。哎，哦，是我的针眼。石头人不见了。我现在这边种了很多蘑菇，这里再种一个。矮子战术，这里再种一个。矮子战术，走。现在上路的话已经被我的蘑菇阵已经包围了，这个时候如果对面的盲僧如果敢过来抓我，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啊，所以说我就不需要参团，我们继续单带让对面过来抓我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反杀对面两个，可以让他们主动过来搞我，推进，推先，瞎子带下，射击，干啥呀？你换血换不够，干啥呀？
干啥呀？脚底抹油了呀？矮子战术了呀？这是什么连招？荡负二连，我操！可以，这过分了，防不胜防，兄弟，嗯，那是这样，嗯，这他妈是什么连招，兄弟们？那肯定不走的呀，对吧？我宁愿战死，也不可能逃跑呀，好吗？石头里有大的呀，漂亮。石头人没用了，他只要把大放了没有用了，他是英雄就这样。沙弥拉开大了，可以来个秒表，脚底抹油，劫十三级，这个劫刚才的话直接吐了，刚才咱先日个红可以吧？有红 buff 的提莫那就更加的，哎呀，我没了，来了老弟，看好我的位置，绕一下，可能会过来。矮子战术，矮子战术，梅杜闪闪，梅杜闪闪，梅杜闪，矮子战术，你死了呀！你这他妈不死，我直播直杀，看到没有？我的输出高的让人吓人，高的令人发指。来个布甲，感觉得做个捡回复。啊，先把中亚买了。435可以买个征服宝典，来一个。劫的话很好杀，两三个平 A 加个 Q 就死了，伤害很高。那我们下一件做个征服宝典，做个捡回复，还是做个中亚杀戮？我得多种点菇才行。好。小龙的话还没有，大龙的话。他们应该不敢打，那接下来我只能在中路线上种蘑菇了。他们应该不会往野区跑。哎，漂亮！可以，恨你不上。脚底抹油，这个恨你不上。胯下炸弹，嘿嘿，矮子战术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矮子战术。梅杜闪闪，梅杜闪闪，胯下扔，梅杜闪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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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胯中亚杀戮，找个班上，耶，毒死了，漂亮。三郎没有，伤害很高吧？推，推，推，这个很气啊。哇，我的毒性这么高吗？矮子战术，推塔，盲僧，盲僧来了呀，盲僧来了，老弟，胯下的人小，操了个地线，替我报仇，漂亮，漂亮，不亏，中亚买了，盲僧好像二闪了，兄弟们，黄僧没有闪现，嗯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还不错啊，六个，这一波肯定会踩我这个菇的，肯定。扫描了，可以，会玩。哟，三郎踩到我的蘑菇了，怎么说？没有用，可惜，兄弟们。盲僧输出有点高的，踩，哎，对了。看他输出没有，四分之一血没了，25%的血量已经没有了，脚底抹油，怎么说？小龙已经被拿了，其实我们这一波可以打大龙，等他们过来。虽然说我们人头差的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这个阵容比对面好很多。矮子战术来，可以打。你要知道他们这一波是没有扫描的，好吗？来。直接打，直接拿你，脚底抹油，站，别站一块，他要撞人呢，闪现，有用吗？点燃，
这不惨。死了。操！我去前面探探路。会不会玩？杰贝替莫锤。我这一波一个头没拿到啊！全程打工，打了陈盾的输出，全程打工，脚底抹油，勾引。有用吗？有。你好下饭啊！你好下饭啊！哎呦，好菜啊这！嗯，这人真的菜，劫大应该好了吧？这劫真的菜，全程打工兄弟们，拿了一万个助攻啊！哎，这战术溜了，这里有眼吗？我溜了，漂亮！我操，好屌啊！一枪。哟，迅捷不乏的男枪，毙了！买一个大帽子，可以吧？下界买个帽子，增加我们自身的爆发，可以不？可不可以？嗯，可以吧？脚底抹油，整装待发。感觉我的装备还不是特别折磨对面。哎，这战术，这里必拆的，然后这种位置是必拆的，但是这样放的话，容易被对面一个扫描能排两个蘑菇。小龙还有100多秒，他们应该不会去下半野区啊，他们现在只会在中路的，好吗？这里再中一个，必中，脚底抹油，我有中亚杀戮的，胯下扎针。再中一个，大我一个很亏，很好，就大我，我有中亚呀，对吧？浪费大招，就大我，他就杀我，但是他们肯定输呀，看到没有？我死了，我还有沙弥拉呀，兄弟们，别怕呀，沙弥拉！哎呀，兄弟，这沙弥拉太怂了。别，你看这男枪多虎，可以吧？别怕的，吸收了陈盾的输出，兄弟们，团战可以输，提莫必须死，可以，以后再也不玩提莫了。这个团战太难玩了，天道里，成炮灰了。我觉得以后玩提莫的话，建议出肉。太下饭了，把这卖了，捡恢复搞一个。团战可以输，提莫必须死，脚底抹油，亏不亏？他们这一波小龙肯定要打走，因为他们已经两条小龙了，肯定想集齐四条小龙，召唤龙魂，所以说这一波赶紧种蘑菇，提前布局，这样的话他们会拆。一般情况下他们这里会拆，这里可能会拆，这里也有可能。这里有个针眼，可以排一下，排一眼，排一眼，排一眼。这里可能会拆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然后这里可能会拆，然后这里可能会拆。逃跑吗？对吧？一般情况下他们逃跑可能会往这边跑。脚底抹油，死了吗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哎呀，人呢？我操！我操，这么会跑，博尔特都没你会跑啊，这么会跑，会玩啊，操，好气啊，这石头人他妈的就盯着我，兄弟们，踩到了，嘣，他会往这边跑，又会踩我的一个蘑菇，赶紧买瓶药，砰。哎呦，操！贴膜虾，兄弟们，好恶心啊！讲道理，这盲僧一手贴膜有点恶心，可惜药白买了，这个药买了个巫术合剂，
可惜可惜可惜，不过问题不大。刚才这一波盲僧不贴个磨砂必死，咱得中一个。他们要打大龙去了，这谁顶得住呀？卑鄙小人，什么卑鄙小人？你说我吗？你可以喊我卑鄙矮人，但是你不能说我是卑鄙小人。主播一点不小，没度上呢，没度上呢。哟，你他妈的想跑 ？A 死你 ，A 死你！给队友人头。好，沙弥拉，看你。那没办法啊，兄弟，我他妈想让你拿个五杀，但这个瞎子有点没有江湖规矩，想到里，没有一点江湖规矩。来，我们俩单挑大龙来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他这个大龙怎么不踩我的姑呀？想到里，这他妈太恶心了。没有用，杀我。杀我有什么用？我又不值钱，可惜可惜可惜。